来把威恩。我靠，中单落手。哎，中单落手，我们打中。哎，行，这亚索会玩啊。碾碎他们。这亚索上来跟我说都不说，跟我说直接他就跑上路去了，非常的可以啊。我先问问他，亚索你是中啊？我先问问呢，对面中上换了，好的，全军出击，好理解，他怕落手，我不怕，我打死他，我怕安妮儿，别让我碰上安妮儿。我们来个中单为人，中单为人容易让人赶客，你知道吗？你好，喜欢欺负亚索，洛克萨斯之手，喜欢欺负人。哎呀！没博弈过他这波啊，这波让他砸了。点强攻，黑夜也会怕。去左边也去插个眼。螳螂打完蓝了，那么很有可能会从上路出现啊。我听见了，这死的也太快了，这怎么整啊？你死了我压落手不好压了呀。点点，我让他们到寄托。好的，圣灵中你换了，我这没蓝了呀兄弟，那螳螂把我蓝干没了。我这咋整啊？我没有蓝了呀！你要干啥呀？不用害怕啊，他始终依然还是一个弟弟。无非就是闪现换闪现，我已经看见他也压不着我们，他也拉不着，只要别让他拉着就行了啊。点点，我闻到了黑发。这螳螂太他妈吓人了，这螳螂这玩意儿太烦人了，这顿追呀、追吧，我可走了。
令人恐惧。我走回家还不行吗？嗯，小心点儿。爬回家，那倒不至于爬回家。那落手技能跟我们同时放的啊，就是他有疾跑，我有疾跑；他有闪现，我有闪现。他永远他也别想碰着我。你好像打不过他呀。不是这，他们家人怎么回事？安妮儿我们可以杀，看情况吧，把他杀了。上墙点点点，50，哎呀，再见，我先来一个，哎呀，往下走了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安妮儿交闪现了，还行。还有鞋是吧？算了，我这攻速不要了，我先来个小药瓶。Rampage， 在黑暗。你还敢跟我在这里玩？我就是个螳螂吗？你让他过来，咋还能给我秒了呀？你让他来，我倒没死，你死了。点点点点点一点滚点，哎，这狗熊五十，五十已到，
小心点。哎呀，行啊，洛神啊，不敢担呐。我一看这是不敢担呢，这家伙行了呀，我们注意点，别让这个安妮儿给秒了就行啊。这波看看他落手去哪了啊，还搁中路呢。走，找他去。他不挺喜欢换路的吗？那亚索怎么才八级呢？那亚索跟安妮儿一个等级，我没想到啊。给我上去干他来。我给你狠的了，我给你狠的，你离开了我，开始起飞了是吧？啊，欺负人了是吧？开始，我还不制止你，小伙子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。给我上墙，哎呦我跑的还挺快，50，跟我比赛跑，把上路给他拆了。安妮儿应该没有传送，落手啊，厕所回城，嗯，没关系，不慌不忙。他要找，他得找三四个草丛，外加我们家一个防御塔。这波就厕所回城就完事儿。恐惧的阴影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你小子刚才上来找我，现在该我找你了。来吧，不走是吧？行。喜欢找人，黑夜有病是吧？啊，有病是吧？就非得疾跑开了就得上，都给你推走了，你上什么玩意儿呢？
你怎么回事啊？跟小兵站一块儿啊，不用怕他，他敢上来就把他杀了。你干啥呢？你这送 buff 啊，唐能啊。螳螂来了，不要慌张，首先找小兵，知道吧？让他没有孤立无援。嗯，给我换了一碗饭吗？没有，吃剩的肉肉给你吗？啊，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你红没了，他拿了就拿了呗，他也杀八个呢，我杀九个，他杀八个，他拿个红，他不配吗？让他拿，让他拿，我到了，让人掏了，先给我上墙，滚过来，点点点滚点，该死了。那女警给人刮伤，这不掉血，那女警打人。先去打个蛤蟆吧，嗯，现在我们要想无敌，其实再出点右装，好吧？但我决定还是先整个羊刀，咋不好使？上波技能都交完了，这波还追就把他杀了，看他敢追不？我这大招快。85秒一个，他们的安妮儿大的不一定能有。小龙吧，有红去红 buff 啊，但现在以我们的这个血量来讲啊，螳螂如果是瞬间看见我们，还是会被秒的啊。你干啥呢？我都说了你会被我瞬间就会被秒的，为什么还在这瞅？瞅什么？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先跑，这波可不能打啊！我们家人儿可有都是啊。先杀露露啊，让露露把大给自己，这样女警就是个弟弟，不追了，再追就上高地了，不去了。这有个小帽子，能不能捡起来给我戴一个？回家出鬼锁狂暴印，在黑暗中所有东西投降了，今天投降不卡了，可见我昨天跟小马打电话勾留还是有用的，兄弟们。